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小声一点好了，已经很小声了、好的，那这一期要来试玩是这一款《偶像天团养成记》，那先同意一下吧。OK， 下一步10000000元哦，这么好、有10000000元，我就去养老了，对吧？公司名称哦，来吧，最终哈姆。好的，再小声一点好了，我觉得有点大声，因为他也是只是单调了那个 BGM 嘛。好，下一步，募集网络搜寻500万，什么东西呀、挑选练习生。然后嘞，所以我们这个会不会太过分？林俊杰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跟一些长惊喜贺名？好，挑选完成，公司管理，成立组合。成立，我要选择哦，看我要用什么团体，女团好了，怎么样？女团没有，什么意思？请确定组哦，我要输入名字是不是？哦，了解了解，这样子是吗？因为它是像素啦，然后有一些界面我就还看不太懂，然后整个黄色偏黄色这样子，色调偏黄色。那要混合吗？还是女团？女团，我们要叫天团。好 ，OK。那有这个张金熙、赫明、玛丽苏，现在有三个嘛？我们是女团嘛？我们就选三个，确认。我决定要好好的看字幕，因为字幕好小哦，这字都好小哦，眼睛会瞎掉是不是？好，下一步可以看他们的例子，往上拉，购买是什么东西？好，买一个社交网站的一个账户是不是？粉丝团，哇，创建粉丝团哎。哇，我要叫什么粉丝团啊？看好不好？很怂吧？随便啊，随便啊。荧光棒是什么？我们点，选择荧光棒哦，随便选一个爱心吧。然后到合同结束还有4年12个月。哦，到时候要跟他们续约就对了，5年后要续约。然后这边林俊杰为什么是一个很像一个大叔啊，戴眼镜？那为什么要退出？林俊杰好可怜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能力值转移，这样是吗？确实啦，我们是黑心公司没错啊。OK， 那这边的话，点击双倍经验，什么鬼啊？道具店，然后看广告抽取，也就是说我要看广告咯。不知道欸，有吗？广告在哪里？没有啊，获得了头发。看广告抽取，可能一开始没有广告吧，之后可能会有。得到了服装，购买发型和服装可以在道具栏上找到哦。好，后勤，通过教练可以提高偶像的能力值。下一步，好，升级。
食物可以提升成员的不同风格。然后嘞，购买这个是不是酷值加一？然后给这个玛丽苏喂食，它就会增加这个酷的值。好，偶像恢复 HP 加二，饮料可以补充偶像的 HP。OK， 食品大概是这样，了解了。那道具来看一下下。看不懂欸，好像是台币是不是？这好像应该是台币，台币，台币，台币。新手礼包一二三。好，下一步办公室。办公室的话就好，升级这些训练室啊，然后可以增加那个学习速度。好，下一步，下一步，那就升级一下吧。好，打叉，然后制作。我们要做专辑哦？不会吧？哎，这游戏真的要让我们一直打专辑名称哦？随便吧。好，就这样吧，随便取。反正我们是女团嘛。第一张专辑《可爱甜心》，这什么离别？酷。下一步，欸，我们真的很像经纪人，是不是啊？然后专辑的成功与否跟偶像能力值来决定，还可以雇用制作人来帮助提升。我们这现在才第一减嘛，酷一、可爱五、漂亮五。然后请选择声乐教练、舞蹈教练。这边是不是？哦，这边有那个声乐的总监和舞蹈总监，这样这样选的嘛。然后下一个，下一步，然后选择作词教练、作曲教练，应该是这样子。OK， 觉得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最后需要选择风格好的风格，由主风格和子风格构成。然后开始制作专辑。然后这边制作专辑大概一分钟嘛，这边在跑。那我们赶通告，哦，每周可以参加四个通告。我想参加那个狼人杀，娱乐百分百狼人杀，每天我都会看。其实我还蛮喜欢狼人杀这个游戏，可是我从来没玩过。因为我这个模拟器好像不太支援麦克风，我曾经好像有下载过，然后讲话没人理我，我不知道怎么弄，我就没有再研究。而且我觉得玩狼人杀应该很花时间吧，这边骗人，大家互骗。OK， 然后我们要安排这个活动，小型活动会扣 HP， 然后经验值一选择，选择。这是组合活动，我们是团体，然后个人的话啊，选择，选择，开始。那我们小声一点好了，这 BGM 有点大声。礼拜一嘛，然后我们看到 HP 在哪里？偶像 HP 在这里。连，然后嘞，点击。Great， 然后偶像 HP。好，就这样吗？你可以看到人员的 HP， 什么鬼啊？然后赶通告结果分为失败、成功、大成功三种。然后这边有收入，这些他们都是我摇钱树哎。然后嘞，成功了，真的哦。确认，然后周三要干嘛？所有成员的血量如果是零的话，就不能赶通告，也赚不到钱了。OK， 那这边是一些粉丝吧，还是还有我的这个偶像他讲的话？点击，这边有点击我就点一下吧，是不是？确认，点击。
然后这个是上电视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觉得这游戏其实还蛮有趣的、欸，就是享受那个当经纪人，安排这些偶像要干嘛，然后培养他们。龙迪，恭喜你！什么鬼啊？龙迪是谁啊？OK， 那我这边有收入嘛，扣掉一些活动费、运营费，然后751万，哇，这么好赚，一个礼拜赚750万，这也太好赚了吧！然后每年的2月、9月会有参加这个偶像运动大会参加。哦，不会吧！跑步、射箭、跨栏、摔跤运动，选择一名成员哦，那一样啊，选择随便选一个啊，张金喜怎么样？这个好，赫敏，然后射箭好了，开始，我也不知道干嘛、欸。我要射到哪边啊？红色吗？刚刚我没有认真看说明耶。我看一下哦，7982嘛，那我要尽量射到红色吗？黄色是10分哦。不知道、欸、我乱射，我都乱按。假设黄色是最高分，好，假设黄色是最高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9分啊！黑色几分？4分，好烂。蓝色应该很低分吧？红色应该还好吧？哇，平局耶，竟然平局，可恶！下一步，平局要重来吗？红色是7分嘛，我们尽量在红色这边，红色、黄色中间。哇，有点射到蓝色了，输一分。哦、很难呢，输2分了，惨了，完了，越输越多了，失败，好难哦，这个射箭大会。OK， 完成这个专辑制作了。F 而已，为什么？可恶啊！你们这些不买单，可恶。预售中哦，他们就跑来跟我妈妈耶。这边还有立即完成，应该是要看那个影片吧，广告。然后下一步，然后等他卖完是不是？OK， 专辑销售开始。哇，要那个10分钟哎、欸！我刚刚那个是预售是不是？然后这边是正式开始卖，然后要10分钟，这没有讲。如果暂停退出游戏，它会停止哦、喔，所以说不能挂机的意思吗？是哦、喔，2分半会重新统计一次。我觉得游戏是不错啦，只是它字很小，字真的很小，大家眼睛可能会瞎掉、喔。OK，
哇，马上要开演唱会了。粉丝3530人，好多哦，我都没有粉丝。好可怜。点击，然后这边有预算是不是？我要自己打吗？这是门票价格，哦，15000，谁会买呀？夸张。好，下一步。好，加加加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们加啊，他只是先教我们。好，开始。好，都没有选择嘛，那我来选一下。可是他要我开始嘞，奇怪呀。不要，这有 bug 吧？因为我刚刚没有选啊，可是我现在只能选这个开始，所以说是 bug，因为我刚刚都没按啊，没有办法，教学就是这样，有时候你没有，你刚好跳过某个地方就会产生一个 bug，像这个我就是我觉得 bug 吧，因为我预算0元啊都没有啊，然后什么都没有啊，都没按啊，刚刚都没按到。那怎么办嘞？我只能跳过啦，只能跳过了，没办法，跳过。好，跳过了，跳过了。那这个是通知的功能吧？OK，哎，可以再一次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自己用。哎，不行啊，我先选择全部吧，是不是？然后预算呢？预算要怎么打？好，就这样好了。我也不懂，我都不懂，就开始吧。OK，那现在好像还在演唱会吧？好，就是我们先了解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公司嘛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现在有四个偶像嘛，然后有一个女子团3个人嘛，然后一个男生不知道干嘛，然后那个什么林俊杰哦，已经被我们 fire 了，骂我们黑心公司啊。那这边的话，一个一个来看吧，我也还不太懂，像这个什么东西啊，不知道，宝石哦，这个叫宝石。然后金币购买，哇，50块宝石可以买1亿元呐、啊！然后宝石购买用台币，然后粉红宝石也是用台币，OK。所以宝石有2种，一般的宝石，然后比较还有粉红宝石，然后这个是金币，我们现在有1000多万嘛，OK。那你要增加你的金币，就是赚钱或是花台币来买宝石，宝石买这个金币。OK，那这边等级一应该是我们是哈姆天团，公司管理就是我们的一些状态吧。我们这边是3个人组合嘛，然后练习生还有一个王湘泽，然后偶像组合，我们是最终哈姆这家公司，然后天团是哈姆天团是这个组合，19岁、16岁、20岁哦。然后这应该是他们能力值吧？这个艺名应该可以改哦，对，可以改名字，看你想要改什么都可以改。我觉得他的那个游戏的弹性非常大，就是你可以随便改，有点经营养成吧。我还可以开除，我不要了，不要开除，开除我就没得玩了。然后募集，我们一开始有招募嘛，网络搜寻花500万，然后找了一群人来这样子。就是有点像抽抽的感觉，这个好像是抽抽啦，把它想象它是抽角色。这边还有 ASSS 的等级，你看我们这边招募都是 F 到 D，也很烂的吗？这边还有看广告选秀，欸，好厉害哦！然后5亿1亿，哇，这游戏的钱应该不值钱。然后这个是任务，有日常任务，
还有达成这个任务，我有达成什么吗？哦，有这个，然后获得十个这个宝石道具啊。我们刚好像有得到头发嘛，好像我得到一个头发吧，我记得，还有一个衣服，记得是这样。OK， 那室内这边不能点信箱，没东西，这可以点击一下。哦，没东西，然后这个应该是设定是不是？对啊，设定。我们可以稍微大声一点的。OK， 就游戏的内容来说是很丰富，很丰富。然后是像素风格，就模拟那个偶像经营这样子，要养成他们。那这边有一些流程嘛，我们这边看的差不多了嘛。这边就是我们那个演唱会入场啊，我们可以开始。那就放个 BGM， 不太好听。呵呵，然后有10000观众嘛，然后收入。门票15000，谁会买啊？他就把钱放大了，整个都放大了。门票，演唱会门票现在都多少啊？可能1000-2000块是不是？可能还要看位置哦。那这边可以跳过吗？我不知道。然后30秒这边，还有剩那个20几秒，我们好像也不能立刻回首页，是不是啊？不知道。超好看的，这我们要迎接新人了吗？没错，他们是假人。妈妈，我在图书馆。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嘞，就是会有那种。我是经理人的感觉，就开了一个公司这样，什么事都 out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然后这个爱心是我刚刚选择的嘛？我选择那个叫什么荧光棒，你可以自己选择样式还有颜色。我刚刚都是用基本的。那我们赚了700多万哦。哎，什么鬼啊？赚了1500万，然后花了700多万，然后所以还有收入700多万。是这个意思吗？不知道。Hello， 社长们，你们会来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哎、欸，我花了50块干嘛？不知道。蒙面歌王就是那个大陆的那个电视剧嘛，不是电视剧，综艺节目有蒙面歌王。有一阵子我也有看啊，看了几集这样。那这边要干嘛？不知道。不知道欸，我参加了吗？不知道，因为它其实还蛮复杂的啦。我觉得游戏还蛮复杂的，不是给小朋友玩的，就是你要好好的研究一下啊。像我这个怎么取消啊？不知道，买了然后嘞？啊、可以取消吗？感觉有点小 bug 哦。哦，这样子是不是把它拉回去是这样子？那这个是把它这样拉回去，这个应该也可以把它拉回去。就是一开始我搞不太清楚嘛，那就多按一下就知道了。这可以这样拉回去。那这些东西是干嘛的啊？我不知道、欸，买东西吗？好，这边有加，我一样是要去叫你去买东西的。OK， 他们没体力耶，没体力怎么办？我要花要那个要回复是不是？这样子是不是？哦，用钱来回复他们体力。然后这边我得到了那个第三名的铜牌。射箭比赛，这是他们那个偶像的房间吧？然后我这个销售已经结束了、哦，然后结算一下，哇，赚了1亿多，真的假的啊？超有钱，好惨哦，老板别不开心，奸尸，忧郁。
好笑，但是我现在多了一亿耶，超棒的。就是我们现在要玩的就是开始培养他们嘛，你可以去培养他们的能力值。我刚刚是不是有去训练他们啊？那个前面在哪里？其实我已经有点忘记了，因为实在是太多教学一闪而过啊。反正这边可以制作专辑嘛，吼，这我们知道可以赚钱，然后赶通告也可以赚钱，会消耗体力。然后演唱会我们刚刚也办过，我也知道。那道具店的话还不知道，还要花这个宝石没有？然后移动也不知道，移动我们这个偶像宿舍哦，到市中心会怎样？哦哦哦哦，好吧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没有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只是出来看一下而已。OK OK， 回去。回到了我们的宿舍，这猫咪是干嘛的啊？哦，撸小猫，然后增加亲密度，是不是？OK， 那先这样吧。我看一下下我们的角色。他还有蛮多的热情耶。OK， 我们回来一下好了，应该是在道具店吧。这边道具店的话，刚刚我们有这边可以升级嘛？游戏速度，这声乐经验值、舞蹈经验值，然后食品店可以恢复偶像的 HP， 升级一下。这是食品嘛，然后可以购买给他们喝，给他们吃，然后可以增加这个可爱值，看你要加他什么能力吧。然后这边是道具店嘛，办公室，这都可以升级啊。反正我们现在有一亿啊，呵呵。然后家具还没有，现在公司好像才一等还零等啊。然后这边有一些热卖的东西需要台币，就不然就是要花这个宝石。OK， 恢复热情哦。哦，那刚刚我们看那个状态栏那边有热情啊，热情这边有没有？他的热情89、90、89，可以把它补充回来。那我现在都没有参加活动嘛，所以 HP 都还是满的。OK， 那这个游戏大概是这样啊，大概是这样。这边可以看广告。获得这个广告选秀，看广告是真的看广告吗？往上看哦，好，往上看，哎，真的是看广告哎。好的，回来看个广告就宕机了，看完30秒广告之后就宕机了，有没有？就宕机了，真麻烦。OK， 希望这次不要再闪退啦，开始游戏。好，就是我刚刚要去抽嘛，然后看完广告出来就宕机耶，然后重开之后又闪退耶，所以我到底抽到什么我不知道耶。齁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抽到什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我抽到一个这个艾隆马斯克这个练习生，男性的啦，男性的。就是你可以组成团体嘛，我们现在是女团啊，所以最好我觉得如果你也可以男女混团啊，就是要去改啊。一开始我是走女团嘛，所以是没有啊，因为是女团，所以只能女生。OK， 那这款游戏玩到现在是我觉得还 OK 啦，就是像素风格嘛，然后你可以来养成这些偶像啊。从他们练习生开始，然后在5年的时间把他们捧红这样子，
让他们大鸣大放吧，对吧？然后就可以走上成功之路。那我们就是幕后的老板咯，经理人这样子，培养这些角色。那就是制作唱片，然后赶通告、演唱会，这个我们刚刚教学都已经玩过了。好的，那这一期的游戏试玩就先到这边吧。OK， 那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，我们下期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